Johnson 直接进来，被丹尼尔挡下来，后面张镇雅补进这两分。还是有出赛的、哦、他在助攻王上面的平均助攻数上面是6.21次啊，排名联盟第二啊，联盟第一的是林书伟的6.74。林书伟外围葛拉汉，今天算要靠这个小葛啊，第一波被挡下来，外围的出手，哈哈、啊、这边啊板凳啊感觉比林振还要嗨啊，哈哈，一开赛及手段哦，但是都是失误收场、嗯、外围哪有的出手，哈哈，对，相对于领航员的几个倒穿哦，还是篮板哦，对，张镇雅再加一个三分，今天领航员林振画进来啊，这个球算有成功的保护住，再回给张镇雅，哇，今天开赛雅哥第一节拿了8分咯，哇，张镇雅过掉第一线，外围出手，哇，今天这个第一节怎么回事啊，大家都太准了吧，哇，厉害，外围博朗，哇，钢铁人今天的防守其实还是篮板哦，对，陈玉翰假传接到地下，生涯在 plus 里的其实相当的高哦，有7个上场的球员都有得分哦，所以代表钢铁人的防守真的要好好加油一下，对，加汤姆往篮底下掉，包夹过来，陈玉翰手的插板得分，博朗的助攻，回头找博朗的出手，哇，就像是在投篮练习一样啊，对，因为这一底下超群再拉一个进攻篮板，而且这两分加了上去，哇，对比哦，因为可能前一波在无球端被雪莉给守住，我这一次直接对着面对面把他打回来啊，雪玲来一个啊，好久，一个、哎、一个低高位的走位哦，造成了林振的空档啊，尼克斯外围的三分球，这场比赛他也得分了，没想到过来就马上要了陈彦这个 mismatch 的错位啊，来看一下前面这个赛跑林子伟，好，那刚才要给张镇雅要协防过来，而且球还滚了进去，来看看周瑜翔有没有办法得分啊，达到一个全员得分的一个状况，马上就来了一个骑马射箭的抛投，会造成开后门之后没有人接球的失误，接球假挡之后啊，溜到禁区，林子伟上篮得分，对，很漂亮的罚一个三分，格拉汉这边过掉了碰碰啊，协防已经没有办法了，格拉汉中距离的急停跳投，自己再抢篮底下一个打三个啊，把这两分摆得上去，嗯，邱伯章这个防守第一波停得不好好啊，前面乔楚瑜来看一下这一球，林子伟救回来底线，张镇雅运了一球之后啊，把这三分给加了上去，防守端啊，其实在进攻防守里航员在第三节的时候都有比较松懈的状况，哇，这球顶开了防守球员啊，林子伟撞进之后都是三分球，对，所以如果可以再继续保持这样子的攻击状态的话，哇，这前面啊差点上演一个 ankle breaker 关打，对方沉退情况下尝试一个出手，自己再来一球，哇，这次把握住了三分球，还有空可以跟他说个右围好球我想说
这个球他应该要 A1 了。格拉汉得到篮底下反手插板得分，篮底下林振有身材的优势打进这两分，这一次想强打没有，哇漂亮，嗯，哇，学林的非常擅长哦，学林在往前要挑战他生涯新高29分啊，博朗三分球啊，现在双方的进攻火力，张博伟转身第二时间，这边被博朗挡了下来，可是博朗的火锅，那看一下这边有没有犯规，这边没有犯规犯到的情况下，那这场比赛最后到这边要告一段落啊，最后领航员90-89啊，在这场比赛最后有点像是峰回路转惊涛骇浪啊，最后还是拿下了这个例行赛最后的这一场